迄个狐狸精就是海胆会当伊的千金小姐。应该是吧。你敢若为着家己的利益哦，你中央来伤害阿你爱你的人，敢讲伊真正这么好，我拢甲伊袂比的。你本来甲伊袂比的啊。妈，摕来，等下我等你。我是建议恁点一份双人套餐啦。这份双人套餐吼，有两项主菜，啊，一个是劈腿轰炸机。 啊，另外一个是人身狗肺的嫩猪排啦。早知你安尼，出事时我就叫你爸妈赶紧退退去。你们走，你们走。算了，这样。哦，我当好当你卖走，你卖走哦。我死啊！哈。我哪有可能讲你连阿年纪都心不？哎呀，湘姐，啊，你真是打仗的。我还我也是苦兵，有真侪爱我啦，受家长，无带你的爱。 你你拢撑出一个妈妈来关心我，好理解，好理解，都走啦，别见笑啦，好理解啦，高人怒啦啊！有啥物好讲的？我只就是一个超级大傻瓜，干嘛家己做到要死，趁钱钱规家伙啊，啊我哥会当讲啥？害我伫风顶头，台风也袂起，害阮的餐厅倒去，害我嫁妆拢赔了了，真正欠捧，欠人吗？欠人，欠人，哎，你是闹啥话啊？你家亮。 你去灭火，你还要你阿蛋呢哦！我伫遮陪你等啊！我一个人等就好啊啦！你去灭火，要若无你滚滚会当哥哥。你免管我啦，我袂走。我吼，明仔佫互你安尼继续乱落去啊！我正讲要过的人就是伊啦！你敢唔惊讲，你会变成后一个林不足？ 最茫的年纪，欢喜过日人甲问，不惊未来是苦也是酸，不管幸福路偌远，起起落落的人生，悲欢离合的剧本，经过了风风雨雨，也不惊现实。 幸福的节奏，是咱一生牵手的节奏。